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要教大家如何设置 Boom of Boom。 如果你是购买原材料制作成半成品，再从半成品组成成品，那么就可以跟着以下的步骤设置。比如我们想制作维多利亚蛋糕，那么我们就需要用原材料鸡蛋、面粉等等制作成半成品海绵蛋糕，再由半成品海绵蛋糕、草莓酱、奶油组成成品维多利亚蛋糕。首先，我们输入半成品海绵蛋糕的物料清单。我们打开海绵蛋糕的页面，点 Edit， 点 Boom， 选择 Boom，点加按钮，选择海绵蛋糕所需的原材料，比如牛油、砂糖、盐、鸡蛋、面粉等等，输入所需的分量，点 Save。如此一来，海绵蛋糕的物料清单就做好了。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在维多利亚蛋糕的页面点 Edit， 点 Boom， 选择 Boom， 点加按钮，选择组成维多利亚蛋糕所需的半成品：海绵蛋糕、奶油、草莓酱，点 Save 就完成了。